你在那边，不嘛，熬不了了，不，老了吧。它里面也在用完了。痛吗？我真的痛。这痛很痛啊。休息一下。对。你去买那个骨头方面吃啊。头痛啊，你讲一下。骨头上面，这边应该是软骨。你骨头，你那个。对，一跳啊，这样。对。后面。 Thank you.
俱乐部啊，比赛期间不能举办啊，什么俱乐部，因为老板一个嘛，如果你都很多个嘛，要分担那种火箭是需要多多阿波，就怕有什么要求，我们先就给他们了，也不方便给他们，或者是安排各种各样的位置啊。成绩就是很好，哎呀 ，OK 啊，你说不错。接触多了，那老板很屌啊！没有，我觉得新加坡只要是 PR 老板都要去的。哎呀，暂时一两年没有做喽。Thank you.
可是在我心目中算比较一米多左右，他至少有真的。我每次起码的满十样，多次啊。我算算了，只有去年一次，哪次没起满？我得为从第二年开始，每个每半年起，到后来三次。不要开心，不要为了这种开心，不值得开心的东西，太委屈了，对不对？有点委屈，你看现在。不值得哪里委屈我？行了，这样委屈走吧，好啦。下看，可是他就想他给你这么一个委屈的工作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想对啊，我想想，我不是夜店员工，我现在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不去收拾。没有任何，只有我们，因为像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反应了。看。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嘛，就不完成。那是不是很痛苦？其实我觉得，我觉得都不怕你，你们要穿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就我刚讲，就看你觉得。对，我们也不急啊，我们在，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很多 experiment 的很多计划了。真的是感觉吧，我手感拿一双忘记忘记了，等，我想问你好像是你吗？我看一条线罢了，这个有你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，你是这样看不到了，你呢？是看感觉罢了，没有，我自己想，其实我是不可能直接放弃我现在工作做一个东西，就是满开嘛，我们也是，我也不能放弃，就我们大概有老板。你有跟人家讲，我不能这样讲，我不能这样讲，因为我来讲，我像做本身还是像做家庭，对吧？我如果在你追求，你单一上线成功失败的话，你就对不起你的朋友。对，如果不要做那样事情，所以我跟他做，就是在他等于在接下来他见会了过后，如果真是有机会的话，那你只要这会。啊！他看你朋友是滚的哈。不来，你自己想想，不是他的问题，是他的问题啊。一个礼拜见面的见面不到一次。为什么？他工作早上从他开始上班，做到2:30。早上8点就起来做，也不能怎么样说，因为这是他了。不过我就觉得我以旁观者来看的话，他是有选择的。抽点时间抽不出点名的，然后他都抽不出话，第二他的女朋友体谅了，他也体谅不到的话，就走不下去了。抽不出哎，抽不出啊，他肯定不干。对啊，那我跟他讲过，你真的像那些抽样的，所以我不太考虑你这样，因为我讲。我从来我都不想跟他讲，因为我感觉，以前不找我算了，就是这种不是够用的，我不可能那么多时间的。你要说就结婚，要说你的工作，又要做你的工作，我来这样，你21天24小时了呀。你说，来说说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时间够用。你要上班，你就睡觉。所以我感觉，如果你做到你身体有没有变？这种人，就我因为那我看起来有选择了。哇！你的兴趣是兴趣，可是你觉得你值得吗？小丽啊，上分啦！不能讲，我看好一点呗。我觉得假如他2-3年过后有选那方面都是 OK 的。如果觉得你既然要兴趣，你又不能坚持的话，你就选择走别条路啊。五个以上拿，是啊，一年过就没有了。这样回事啊？就五个 S 男，你这个圈的，他从去年10月打，做到今年的10月，他一个人成个什么的，达到100K 的 view。没有，就是，你看 YouTube 啊 ，YouTube 没有，哇，没有，就是这个很浪费啊。哦，真的，就是五个 S 男。算，给你广告费。哦，嗯，另外。
改变了。OK OK。我不知道这样可以。我让你，我让你。做不过前面，他们喜欢的就是要打那个骨感线。假如你 hit 不到的话，你也这边要重新 build 完了。除非你是真是想用这个钱的来补录啊，直接啊，不然就不给你补本线了。可能我开始要到我时间。哦。可能第一个还不能成功啊。是有些为什么踩到那个地方，就是说，如果你遇到啊，我不懂啊，他这样搞的，我不懂啊。还有选择了吗？一个是本国人，一个是 degree， 还有这个选择嘛，就要自己去承担了。说那我再选择了，那去他承担去。辛苦了，就你要，因为我是说别的东西，你要自己去安排。对，那至少给你可以啦。我里面给我是讲我无所谓啦。而且先生也是不年轻啊嘛。我讲你没走这样，你叫搞朋友圈，我无所谓啊，这种我欢迎啦。人家交不交朋友圈啦。哎，来，我也是。是啊，我看一下，你给我们屌无所谓啦，我们就屌屌看。另外，我觉得太难了。对。过人嘛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